近期日本本土举办了罗布奥特曼相关的见面会，严格来说是摄影会。本次见面会可以说看点颇多，不仅仅是后续即将登场的新角色，包括罗布奥特曼的最终形态登场也一并公开了。一起来看看相关的情报图吧。本次见面会内容可以说相当丰富，包括开始提取的热唱，还有监督和演员们之间的爆笑谈话，可以说是看点十足。不过具体的内容这里就不放了，其中并不涉及到罗布奥特曼后续的剧透内容，所以没什么新鲜猛料，大多都是拍戏过程中的笑料。当然即将登场的新角色美眼妹子也在这次的现场，最右边那个胖大叔是监督，不是参演角色。包括罗布奥特曼的新必杀以及新怪兽和罗布奥特曼的新形态都有所披露，之后就是惯例的握手会，还有签名周边产品的抽奖活动，活动互动性很强，奖励也很丰厚。老位观众还拿到了罗所代言的葡萄味软糖。然后说说本次的具体看点，不出意外的话，这次的发布会公开的故事应该是九月份中旬甚至是十月份的剧情了，因为有美见妹子的登场，她预定应该是卡在十一到十二集左右。两位新怪兽方面的公开也是让人很在意，豪猎豹兽看之前八月份的情报图，应该是罗布奥特曼获得了土形态的力量，然后击败了黑欧布之后登场的强力怪兽。最后值得关注的就是罗布奥特曼的最终形态了，皮套整体是灰黑色外加金色的花纹，